2017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韩国实现了自己的出道梦想。IOI 周杰琼、EXO 张艺兴、宇宙少女程潇、One Eleven 赖冠霖，因此也有更多的中国少男少女怀揣梦想远赴韩国。他们在韩国接受着怎样的训练，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渴望出道呢？留学的真相，带你走进韩国培养练习生的学院，一起来看某位怀揣梦想的少女以成为练习生为目标一周内所进行的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留学的真相七天练习生廖瑞兔。这一周内，我接受了在韩国想要成为艺人必经的魔鬼训练，也把韩国专业的练习生训练体系全程记录了下来。如果有和我一样对韩国演艺文化感兴趣的亲故，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留学的真相，看七天练习生哦。最后也可以加我们的韩国留学生 QQ 群688254774，在群里会有吴三姐版的完整视频等着大家哦。
留学的真相，出国必看。